咱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哦，大家辛苦啊、哦！咱们困有好不？对了，后壁讲的这个较诚实，困无好，我认为正常，因为我拢困无好，大概第一届第一站来遮拢困未好哈、哦，过坡我歹习惯哈。那么大家辛苦。那么今仔我拿来继续来讲咱台湾主权地位的这些问题。啊，要讲进前，我来讲一个故事了哈。我先请问，这六年来，许马英九统治之下，恁过了好无？无好嘛哈。那么，无论伫人权方面，还是自由度，还是咱的经济上，咱拢无进步，颠倒退步，吼、哦。那么啊，这有原因啦，吼、哦。我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讲，伫美国有开一个外科医学会议。那么下晡时啊，下午茶时间的时，吼、哦，大家啉咖啡，伫坐人咧开讲。那么台湾一有三医生，一个台湾去的，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啊！这日本医生就咧操蛋讲，因的外科医术外好。伊讲，十年前，阮有一个五岁的囡仔，伫捷运站跋落铁轨，啊哟，迄个车甲双手甲搞甲脆脆脆。阮日本人用显微手术，甲修理好者，甲治疗好。十年后去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冠军。啊，表示讲伊个灵活度吼，甲接了足好个。啊，换美国即讲，阮嘛是十年前有一个十岁少年囡仔车祸，阮甲截肢吼，脚甲截肢了，阮用鸵鸟个脚甲接起哩，结果伫奥运会比赛嘛得冠军，安尼。啊，即嘛着这两个医生咧，单看台湾这个看变哪臭屁，台湾咧笑笑来讲啊，阮二十年前吼，阮有一个四十岁中年人哈，中壮年人，嘛是超弄一个头壳破的，然后接拢断出来，阮用底下脑甲移植入去，即嘛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啊，这就是咱遮艰苦的原因之一啦，吼、哦，啊、哦，所以真害哈、哦，所以台湾有很多猪问题哈、哦，台湾问题很多啊，台湾猪的问题特别多，好、哦，好，讲到这，应该睏无好，应该爱醒啊，哈、哦，好，啊，咱开始上课哈，因为我时间有限，今讲不完，哈、哦，好，咱也伫美国军政府。之下，咱来主地，台湾人管家己吼，叫做主地。咱免税，吼，咱的物件啊，买外销去美国，拢免税，进出口免税，咱阁免做兵，因为啥呐？我予你占领，就你爱负责这块岛屿吼，台湾澎湖群岛这个岛屿的安全，吼，所以你爱负责。所以当时日本战败，1945年。美军入去占领日本四大岛，是美国等于把日本军拢缴械。那么日本的安全就靠美国，啊，是因为韩战爆发，美国将伫日本的驻军拢调去参加南北韩战争，日本煞抗议，安尼危险嘛，啊，所以美国较要求讲。你日本政府爱家己成立自卫队，哦，日本的和平宪法甲规定讲，日本袂使有军队，日本没有宣战权，啊，所以无军队，准换一个名目，或者自卫队，啊，自卫队是安尼来，哈，啊，所以咱免做兵嘛。你讲美国去都占领日本的时，也无叫日本人来做美军，哈，来做兵，无嘛，哈 ，OK， 好。咱的国防甲所爱开的军队，爱美国来负责。咱省下来的经费来建设台湾，
和台湾变作一个东方的水师哈，理想的家园。OK， 这就是伫美国军政府，好在咱是迄个美国军政府占领，唔是迄个解放军占领哈。哦，这差足多哦哈。好，过来咱来检讨，进前哦，有人讲要用台湾入联，阿扁啊，你用台湾入联好吧？啊，通牌要讲执政了，要用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哈。好，啊，咱来以台湾的名来，要来申请联合国，咱来探讨看麦。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的单位。好，你若不是国家，就袂使加入做联合国的成员。啊，咱来检讨，咱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唔是嘛，哈。那么国家有认定的标准，哈，就是讲你要有人口，要有领土，哈，要有政府，要有外交官。结果你若上过初级班，你就知，咱台湾国家拢无，因为人口咱即马退。咱的潜在国籍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啊，目前暂时用中华民国，哈，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即卖这个政府是叫做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台湾政府。你伊所有的外交权是中华民国，用钱去买啊小朋友国家，啊，迄一个国家万几个人呢，讲嘛一个国家，结果啊去甲买，吼，啊，迄个国家的总统捌来访问台湾。迄阵阿扁也做总统，刁工甲带去，敢若中永和迄边有一个秀兰国小，迄、那个国小的小朋友、学生得万几个啊！刁工甲带遐访问，讲来，阮敢若阮这个国小都比恁迄个国家的总人数较侪啊！遐也算一个国家吼，遐等于阿扁咧讽刺中华民国外交的困境哈。好来，过来。台湾目前国际地位日属美战，台湾目前嘛是干那一个地理名词呢，吼，地理名词呢，唔是国家，吼。如果吼，你们要注意哦，卡叔讲台湾啊，真正要建国，爱有五个步骤，爱照步来，吼，你爱照国际的规范来，咱来看，对我，从台先，咱来和美国君主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的政权啊！啊，让咱台湾民政府来自治，然后自治一段时间稳定了，咱来要求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协商来签一个台湾返还日本这个协定，依据琉球模式哈，来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了，回来到日本，佫爱要求咱要求咱的日本母国制定领土分离条款。依据这个条款来做法院，和台湾一定公投来决定未来。你要公投要有法院，哈、哦。这个克里米亚，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违反国际法，两点。第一就是讲，当时克里米亚要加入乌克兰，有经过乌克兰联邦的国会通过，卡加入去做乌克兰联邦。好，啊，你即马要离开出去。你嘛爱要求乌克兰联邦政府的参众议院爱有一个领土分离条款，通过这个条款做法院来和克里米亚公投，结果无这个做这个动作，所以违反国际法。第二个就是讲，你要公投的时阵，俄罗斯在边界遐陈重兵，佮派足侪这个因的地下工作人员。去内底咧渗透捣乱，哈、哦！啊，恐吓克里米亚人，你若无加入我俄罗斯联邦，要甲你断气，哈、哦！家属无爱互你用，互你关死。啊，伫陈重兵等于讲，亚请阿加克里米亚人，等于在非自愿、哈、哦、受压迫、胁迫的情况下去投票，安尼即个投票，伫国际法来讲。不是在你自由意志之下啊，自愿之下去投票，这个数字投出来，人无甲你承认哈。同款像波多黎各是美国的属地，已经八几年啊。
波多黎各人也有一部分人要求要公投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州，结果公投第三届吼，都去年有通过哦，通过无效。恁家己咧投算诶，好，因为呐，无经过美国诶联邦参众议院，因通过加入美国第五十一州这个法院，无这个法院无授权，何里去做这个公道？所以恁家己咧投欢喜诶，投算诶无效。OK， 好。啊，咱台湾既然毋是国家。要加入联合国，你就无资格，吼、哦。就敢若讲，你若要请身份证，吼、哦，比如我若暂时讲中华民国这流亡政府的身份证，你若毋是人，就袂使去请身份证。你袂使讲甲一只狗，身躯洗洗的，我若西装内裤带甲拍去，手牵的来土政事务所讲，来，我要去办。身份证，伊有人的样子，台湾嘛，改成有国家的样子哈。看政府，政府就是都唔是咱台湾的政府啊。看样子都有，但是你得要甲台湾啥一联合国，要加入，好啊。所以联合国拢讲，哎，啊你身份证我看卖，啊你都唔是人，你都无身份证，你还不够格哈，加入联合国。OK， 好。咱过来嘛，检讨中华民国用中华民国名要重返联合国，是安怎叫做重返？其实这是错误的定义啦，哈。因为中华民国以前1971年以前，中华民国还未用赶出来，赶出联合国之前，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拢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所以，伊个联合国个迄桌仔顶面写一个 China， 好。其实，咱来看伊个2758决议文哈，1971年10月25号迄个联合国2758决议文，啊，你看嘛足趣味个，中华民国来台湾嘛是10月25号，因所谓光复节有无？其实迄天叫做军事占领日哈。伊个决议文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是向用驱逐出去蒋介石的代表。好，啊，伊驱逐出去就是往上咧坐。毛泽东派来代表咧解决了伊啊，这块看板 China 无换，这条桌啊椅啊拢无换，只是位置换人坐，换毛泽东派出来代表咧坐，吼，本来这个位置是蒋介石派出来的代表咧坐，所以中国并无被驱逐出去，是他的代表人物被驱逐。啊，所以你讲你即马要搁你来重返联合国，你毋得爱甲这个代表毛泽东的代表爱赶出去。好，啊，那么阿扁迄阵咧用台湾要加入联合国，是讲我无要堪伊抢这条椅啊，我家己做一条桌啊，做一个椅啊，我要来坐到伊的边啊，无要堪伊抢迄位嘛。好，用台湾国的名义被加入，但是不适格，好。他是准国家呢，哈 ，OK。即嘛，联合国这名牌伊啊拢啊伫，只是换毛泽东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派出的代表咧坐哈。啊，咱来解读何谓 China？ 哦 ，China 翻译作者呢，他叫好多瓷器哈。早期因为。中国早期发明瓷器吼，哎，欧洲也无法度哦，欧洲人奇怪，他会做较白色色，可能用鸡卵来用的，哦，所以鸡卵较讲一堆来做袂出来，啊，所以尾啊，就把这个瓷器就是 China 哈，过来，日本是用音译 China 哈，支那，
啊，台语就菜篮，吼、哦。啊那，即马吼，因中国即马较好个啊吼，有通外国，就拢先招讲要去哪里吃，可能食，较早拢讲食国民党个，即马食共产党个嘛，吃哪？餐厅即马因做个拢报功效嘛，食这名目就去食。啊，即马吼，那要城区改，那个要改建有无？看要拆对了吼。啊，去附近闹迄个公有湖泊的吼，上好来遐拆拆拆，来起厝趁钱。就讲拆呐，啊，要啊，即马来看对了钱，人外国要对有通个摕钱哈。好 ，OK， 好。那么一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这伫国际法的定义内底，中华民国伫1949年流亡来到台湾，迄一年就亡国啊。所以已经无法度代表中国，哈、哦，那是因为到了台湾了是美国在甲撑腰，因为美国伫联合国的势力庞大，哈、哦，甲撑腰一直为1949年一直撑到1971年，哈、哦，22年啊、哦，中华民国即马敢若存金门马祖，伊算一个残余国家，或者讲。几只蛇死了了啊，拄啊剩迄个尾流还搁咧叮当，吼，所以就残余国家。好，安怎看？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啊一个死的人，你要搁叫伊安怎重返联合国？吼，已经亡国去啊。啊，台湾国还袂出世，要安怎入联？所以一个已经死，啊一个还袂出世，所以拢无法度加入联合国，吼。好来，安怎看？三个精神病院的患者哈，看这医书的 case 啦哈，就讲有一间精神病院，啊有关三个精神病患，啊每三个月这个主治医师爱甲叫出来复诊一下，看有较好啊哈，那有较正常啊，一定放伊出去。所以招因来就叫坐到诊疗间遐，就坐在伊个白墙壁啊，用签字笔画一个门，画一个把手，啊，甲讲啊，恁三个好啊吼，下当有只出了吼，出呢啊，今天两个就冲出来抢迄个门板，两个都要抢，抢要弄出去，啊，医生害头，这两个还搁两当个乖。好啊，另外迄、那个，这个有希望，这个好啊，拢袂去抢，这个较正常。哎，甲问，啊，你好啊，你太无爱出去，啊，阵起来甲医生讲，啊，迄两个笑的呢，啊，伊无锁匙伫我这，无来甲我摕锁匙，袂他开的出去。哇，医生本来对期望足悬啊，随摔落到土工，啊，这个佫较严重，这个还佫关较久，吼、哦。好啦，咱来检讨。这三个病患是毋是拢无认为家己有病？对吧？吼，两个讲好也要出去，啊，另外一个讲我先正常，因无甲我提手机，无倒出去。哎，好。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这较无台湾意识，无讲无较无独立思考能力，牙香就对白人讲就行，吼。讲来台北一日游，就对你行，属于较无当无白，啊，安尼也好啦，安尼也好啊。啊，所以，你看嘞吼，你看医生讲，啊，你会当有只出去，啊，就当然就要出去啊。台湾人介一个家乡对白，啊，你拜啥唔知？吼，啊，讲要来总统府抗议，要来凯达格兰大道抗议，啊，条啊卡哪一招？啊，来咱来台北一日游哈。伊嘛堪伊去，啊是去要抗议啥？伊唔知，你敢问唔知？啊，都反正去有车当坐，免开钱，佮有便当好食，啊来啊行行，甲当作咧慢走安尼，行一工佮转。啊，我捌一届吼，都我那前一年来，我那有迄阵，我那有去参加。啊，即嘛，因为阮便当起来拢虚高啊。差不多5点外，阮就爱准备打道回府。拢因还袂开始演讲，阮就准备要转去啊。啊，做5点外，阮转去，再来到汤，啊6点要食饭。结果阮订迄个餐厅，阮的
到位去用先占，因为迄工搭车，阮较慢到，所以人咧咧食。啊，阮就甲小姐讲，啊，阮的桌啥一堆，哇，啊，人要咧食呢，阮的桌啥互占住，安尼话人咧食。啊，服务生更新来，伊探头嘴讲，啊，你知影哪伊空姐拢六七十岁较济，拢白头毛真济，啊，规桌拢白头毛伫遐食。伊看，啊，我那食袂完啊！伊讲，阿爸今迄桌搁食无偌久啊！好，阮就听咧，阮管秘来调啊调啊内底，莫用看蛋黄煎。啊，迄工改下人讲，迄桌搁食无偌久啊！啊，民进党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压力锅的泄压法。那国民党莫叫做甲安尼作歹，乱乱吼。大家人民气噶，啊！民进党招来，大家来总统府头前抗议，来凯达格兰道集合，来叫叫妹妹画完，虽然搁等伊。如果真正民进党，那真正要抗议这个不义的政府吼，你免讲一概讲画几十万人啊，几万人免，你都叫你二十几个县市长，吼、哦，县市党部注意你叫轮流。啊！即个若轮到阮屏东，后来你负责甲我创三千名来抗议。马上换高雄市，后另外高雄县，安尼轮，我较唔相信讲国民党袂倒。啊！你当一日游，大家起啊，发泄了，刷转去，虽然搁属龙工商继续做工，继续纳税金，互国民党开。哎，太奇怪哈！好，过来。第三个是独派人士，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首级。啊，阮民进党是反对党上大党，你无来甲阮这党，你无来找阮来合作，你到要建国要反国民党哪有可能？因自认为安尼呢，所以自认为独立建国的钥匙是因的专利呢。好，好。啊，第这个医生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称的，伊拥有正确国际法理啊，能眼来观察台湾人，来医治生病的台湾人啊。所以您今仔来遮，就是要学做医生，对不对？哎，啊，大家功夫爱学好呢，唔好学半桶菜出去。讲有些讲出遐民进党遐主亲的呢，人因嘛。足关心台湾，但是只是可惜方向唔对，因较早嘛向传唔对，但是因较歹运也未拄到咱台湾民政府这条法理论述，吼，所以若你若拄到因，爱软软啊，甲面讲，你莫甲面讲甲颔棍根当大条，莫甲面小钱吼，伊若有迄个地位讲咧，应该就听。你讲我第一下听了咱秘书长林志升演讲，我就豁然开朗吼。随拢通，作一个答案伫民进党伫建国党无法度达到一个答案，来民进党得到解答，吼、哦。所以我一直发烧，甲即满未退烧，就是安尼，吼、哦。希望大家同款，爱看无安尼，爱有够这个热诚热度，啊，莫受骗哦。我迄工讲有诶，好朋友嘛，讲讲伊听了一段了，转来甲我问我。啊！你有发烧无？啊！你有破坏无？我原来用讲安尼哦，吼！啊，早期就是表示咱讲了无够好，无够清楚，吼！啊，所以恁今仔日来遮学做医生，啊，咱虽然会用讲笑的，但无要紧，吼！啊，我阁另外讲，平平咱一个同心，你知影高雄罗德有一个庙师，吼！伊做一个叫啥？入主迄龙华堂无唔对，就是早期中华民国无咧注重咱个精神病的这医学方面的这个照顾，所以真侪厝内闹破迄个社会人，有诶拢爱甲关起来，甲绑起来，铁链啊连起来，爱足可怜的。啊，所以伊这个书啊，吼。法院就是要甲这收集，要来好啊教，所以教因弄过有无？哈，啊出去表演，你当收一寡钱来维持因的开销。啊，咱的同仁捌伫遐做志工，
啊，看到了正常正常，甲讲，啊，你都好，你太不爱出去啊，去外口食头路。伊讲唔通，哦，外口做危险诶，伊讲先到外口做危险，哎，外口拢笑诶呢。你听着会，到底是咱笑还是笑的？哦，啊，所以同款，今仔日遐个外口也拢笑的，啊，你讲咱笑的呢？哦，啊，所以咱心头要聊天哦，你莫会大家拢讲咱笑的时，你阵失去信心，信心哦。所以你功夫还学好哦，啊，上笑的，绝对是外口笑的啦，咱唔是啦吼，啊，搞清楚了哈。啊，咱来讲，要安怎理想建构咱台湾未来这个模式哈？第一就是伫咱台湾民政府下卡，不，伫美国军政府下卡，咱台湾民政府来主持哈。好，啊，无就来依照这个立陶宛这个模式哦，咱拒绝中华民国流亡这个军政府，伊下卡所有的各级的选举哦，咱来甲对者，好伊得票率低50%，安尼好。投票率低5%，全世界都知影讲，咱台湾人不爱过这个三流的国民党政府来甲咱管哈。好，过来就是依照琉球返还模式，依照琉球返还模式，要求咱美国和美国政府协商来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哈。过来就是以后咱爱跟日本结为联邦还是邦联，哦，甚至买定做一个。中立国，哈，那是瑞士，你这个中立国，哈。好来，啊来检讨咱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就真侪人讲，啊，那不爱叫美国拨经费，让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哈。啊是，现在不爱叫美国军队赶紧，把中华民国政府赶走，哦，赶去金门马祖，啊，赶紧来接管台湾。啊来讲。第三，现在无要叫美国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甲刷去金门马祖，这足侪学员来上课了，拢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咱爱先问咱家己，美国，自咱林秘书长告美国啊判决了，美国对咱的行政单位对咱的要求，叫咱训练4000名，啊甲41份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咱这两项。那做不到，咱无资格要求哈。等于咱是，会使讲一个公司，咱即马只是伊下卡的员工。啊，你袂使讲员工去指导董事长吧，总经理嘛哈。你袂使讲伫变数拄到董事长来，啊，董事长啊涂骹做垃圾，你太不爱扫扫的。这咱搞清楚咱的。支撑也哈，咱家己的新闻地位，咱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是伫上位，咱是上下位阶，这个位阶咱来搞清楚哈。好，因为咱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跟日本是敌对国家，啊，咱即马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好，啊，美国跟咱的要求，咱来先做到位，咱才有资格要求美国要做啥哈。好，所以咱来阁继续拍拼。台湾是直接袂沉的防空母舰，这麦克阿叔讲的哈。啊，咱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哈，共同来防卫台湾。啊，即我台湾伫遮哈，啊日本伫遮，美国伫遮。但是美日安保条诶有包括台湾，但是有时我定咧空虚妄想啦吼。哦，咱台遐歹运，都住伫个罗马国家诶边啊。啊，所以我想讲。这讲一个趣味啦吼，如果民政执政吼来发国际标，干那发明两项物件得啊，一个发明上大机的机啊，为台湾下卡个机开，啊，过来发明上大粒的眼睛甲倒咧，啊，准甲开来，看美国这个加州外海只莫入侵领海啊，外口差不多50公里以外吼，海里以外得来找一个所在。气候温和的所在，南加州上好，来个搁浅，好只安尼。好，啊，即马阿强阿遐飞弹吼，哦，讲差不多1600粒吧吼，哎，拢差不多射差不多3-400公里，
现在变充电宝都射到这就载下去，没得射到这，我们台湾就比较安全。好，睡梦睡没有白梦。将来这个航空母舰目前那个瓦良格号，他连一个瓦良格做不好，俄罗斯又不爱买他，现在变成一个宝船，所以伊甲即卖电管也无飞行机，你啊注意看，因开买这个乌克兰的空壳船，倒来甲你内底拢空壳，所以甲你倒原因，你看伊原因的技术遮歹，一个汽车吼，赛出的汽哦，牙烟呛个，经过十年的改装吼，出海试航了，这吼，你拢唔免啥物高科技的 GPS 卫星导航定位，看遐咧青烟飞弹，放遐下就对啊，好，OK。所以吼，伊迄只叫做瓦良格号嘛，吼，我甲翻做台语甲笑，即只叫做瓦良公号，吼，恁你嘛甲笑吼，伊都歹势，你嘛阁改名，讲改做斯朗号，哦，斯朗德叛变的吼，西朗号啊，我恁个笑到吼，伊阁挡袂住，即嘛阁改名，阁改一个讲辽宁号，台语讲辽宁。好，另外，即马以后唔代表改啥，还唔知啦吼。好，今仔时间到，我广告遮，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事下课休困十分钟，各位同事下课休息十分钟，谢谢。